近日，宋丹丹祖孙三代在阿那亚被偶遇，画面十分温馨。当天，宋丹丹的儿子巴图一家尤为引人注目。巴图与妻子王博古并肩而立，目光中满是对调皮儿子的宠溺。年仅两岁的小家伙活泼可爱，赤足奔跑，充满童趣。巴图身着黑衣，手中饮料不忘紧握，时刻关注着儿子。而王博古则是一身时尚打扮，白色 T 恤搭配阔腿裤，外罩灰色风衣，尽显优雅气质。从照片中不难看出，巴图的儿子继承了妈妈的美貌，模样可爱。王博古曾是一位演员，毕业后在影视圈崭露头角，与巴图因戏结缘。婚后，他选择淡出荧幕，全心全意陪伴家人。巴图与王博古育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6岁，小儿子2岁，他们的家庭幸福和睦，时常分享快乐时光。宋丹丹与第三任丈夫赵玉吉相识仅28天后闪婚，背后是赵玉吉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如今，宋丹丹祖孙三代共享天伦之乐，最后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吧。